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恋，非常开心参加 QQ 音乐巅峰盛典 ，QQ 音乐巅峰榜综合所有美丽精神状态的潮流音乐榜，点滴热爱成就巅峰。3月30至31日，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，一起奔赴巅峰时刻。想问问符合你精神状态的歌曲是什么？别说话只接吻的精神状态。为什么是别说话只接吻？哦，这就是告诉我们别说话，要多听歌，多唱歌，多去相爱，少。请你清唱一段这首歌吧。别说话只接吻，别说话只接吻，借感吻是吻，借感是不分离。